家里的东西都堆起来了，但是看到这两件小家具，还是大家猜猜多少钱？其实在集市啊能淘到不少好东西。大家看我这帽子，就是上次在平安古董集市淘的，是店主手工做的。这个眼镜呢，就是今天的这个卡拉库大市淘的，我觉得配的还不错哈。今天去破烂集市卡拉库大市，一会儿见。我刚才说的这些话，不知道大家听出毛病没有？我说错了，因为今天是21号，是弘法市，不是每个月第一个周日的破烂集市。我可能起得太早，有点困，说晕了，不好意思。21号的弘法市和每个月第一个周日的破烂集市卡拉库达市的区别呢，是这个集市就是更盛大一点，那个破烂集市呢比较小型。你看这门口有一些卖吃的呀什么的，那个破烂集市就没有，破烂集市也是出摊的人也比较少，但是那个风雨无阻，多大雨啊多大雪都会来，这个有的时候大雪大雨就会停了。出来再说吧，这小柿子都得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机器上的哈，啊，摩托车上的。宏达，一个什么机械？什么气压计？自计气压计。我是吴晨，现在是东四弘法市集市现场。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逛逛集市，看看各种各样的古物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，请订阅频道，以免在人群中失散。这是一个螃蟹的盖制，是螃蟹吗？螃蟹，螃蟹，大的，看不太清楚啊。海内五十个的。这个牛花鹿，啊，这种小的，哦，它是一套一套茶具，是吗？啊，裂了，那算了。哎，他买这小盒特贘，你记得吗？有一家卖8000呢，还多少钱？7000的呀。那就裂了，算了吧。这玉器大小特好，精致小巧，挺好的。门口卖乐器的这个招牌画的很好看。现在终于进到真正的东四集市里边了，外边就逛了半天，逛了有半个多小时。好玩，这把小孩子不太，特经典的小娃娃吗？嗯。先去看那个人的摊儿去，他那个摊儿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有。行。八分。来，你说去哪儿，我跟你。真挺好看的哦。特别好看，它这中间这门裂无所谓，它主要是铜出来了，不是一个铜出来，一个是这种黄、黑、红。都配出来了，这个环是掉了吧？应该，啊，里面也是上漆的。买了，这个忒大了。买了，这搁我那屋多好，把小的都卖了，然后这个搁我那屋。这俩怎么拿回去啊？走的时候拿就行，先搁着点。嗯。问问。等会儿问。我再看看，等一下我应该也比较好看的，咱们8000日元，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里面有东西哦，里面有东西。没有啊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就一个小牌牌，没用小牌牌，有字儿的都好看，你发现了吗？只要是汉字儿都好看。嗯，不这个呢，小朋友，
那个很轻很轻时间的，很轻时间。不能鸡蛋有毛了。嗯，大部分。大部分，いや、大正よりもうちょっと古いかも。もう古い。嗯。比大正很早，没几。没几不大一个，说这个。店主说这可能是大正之前明治或者江户时期的。挺老的。哦，他这边丢了一个环，你看。明白。就ここね。この留めはね、はい、僕持ってるかもわかんないよ。このあれだやつ。もしあれやったらまたあげる。他那小门挺好看。你看后边。有点贵。有点贵。安く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？啊哈哈！你想要多少钱？多少钱啊？我不知道。5500。4000。他已经说狗三了，5000，他说5500。5000了，狗三。OK， 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れは買うので明日でください。3時まで。OK。三時まで。そう、今日はね、4時には出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。4時まで。3時ぐらいまで。3時ぐらい。3時ぐらい。就在我们准备把东西放在这儿，然后再去别处逛逛的时候，又看见一样东西。青是吧？嗯，青。然后它这边上漆的，真好看啊！我看这葫芦的小把手哈，这是什么的呀？木头的哈。对，木头的。哎，我看，金属的。啊？铜的。材料啊，是吧？材料啊，陶ですか？材料啊，陶ですか？木吧。木。嗯。木头呢？これ中があの霧の木？木です。うん。これが霧っていう霧。4500円。すごいあの。それに僕これ。きれいにしてるんだよ。きれいな。じゃあ仕事してるんだよ。ちゃんときれいに。はい。取ってあの汚れとか全部取って。江戸時代？うん。これはねあの大正江戸末期から大正ぐらいだ。大正ぐらい。うん。大正前后的。对，你看它这形状，你们看。これすごいおしゃれだよ。これこんなんないよ。取ってつけて。3500。4000にして。4000。OK。ありがとう。こんなタンス出てこない。はい。刀。刀。刀。剣。そうそう、あの刀のこんな形、それを割ったやつをまたこうやってナイフにした。刀里头的，它那刀里头的。すいません、ちょっと。これ。这两件家具越看越好看，放在这儿，一会儿摊主大爷给我打包，走的时候拿走。哦，你这个北京大姐来了，我们一起逛了开始。我给你看看我买的这个颜色很好看。它是漆的，买了这两个太大了，我们家估计都没地儿搁。好看吗？我喜欢这个木，这什么木头的？桐木，这是桐木，轻，特别轻，就配这个特漆哈，对，特别好看。然后底下它是大正的，这个差不多是江户时期的。它这个老，下边你看它这个磨的，所以它这个黑红这几个颜色配起来，加上桐的颜色特漂亮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它最主要是有那个使用的痕迹，也挺好看的。对，所以我说让您看看，我觉得您应该特喜欢。嗯，那小门也特好，那铜你看磨出来了哈。对对对，特别好看。刚买的，我也挺喜，我喜欢这个。对，它这个型儿特好。对，更合适，特别合适。而且有一个全弧，两个小弧造型的，拉出来里头你看那个，这个这也是木板的哈。颜色真棒啊！这个都使真使出来了哈。这里面是放画的，对，藏画什么的，小碗儿喝酒的清酒，挺好玩的。哎，这个挺好。多姐，你看这个，嗯，这是什么字儿？看不明白，我不太懂这个。图案吧。哦，是个图案压下去的，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就这个功夫就挺让我佩服的。对，还有这一块哈，嗯，挺好的。具体什么字呢？我觉得他应该这样，反正日本老是给你弄一稀奇古怪的，要不是就别的形状，要不是就歪的，挺好看的。这颜色特别好。嗯嗯，咱擦吧。你拿一个报纸啊，包上，回头该碎了。出师表啊，嗯，
这是老这乾隆御宝那一类的字儿太差了，嗯，跟我感觉做个玩的东西、嗯、啊，这个字儿我挺喜欢的，这个字儿还行，嗯，刚才那实在太差，这个也不行，这字儿挺好的，小楷呢，这个是。但是感觉不应该放在这本书上的那种感觉，就不同人写的，可能是这字儿挺好看的。すごいね。オオカミ。オオカミ。すごいな、見えたほど。戴眼镜了吗？这是。那小五星架挺好的。那綺麗になりますよ、あの。サビとかどんなちゃうかな。使える便利。你看那个米老鼠的脑袋，你帮我看看那个，不穿风衣的啊。这个真逗哎，穿风衣的米老鼠。啊，如果到那个，他都坏成这样了。逗了哈。你看他头发还是这种。这头发是什么呀？刷子。啊，就。刷毛粘的那种。嗯。今天这个集市买完了家具又买衣服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半集继续，又买了件好看衣服。